算了，不行，今天五星不过了吧，明天过吧。嘿，我知道一个能让我在走路的时候头好大呀绊倒的办法，你们想听吗？全军出击！真可怜，让我抱抱你。好大的倒头！好大的脑袋！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大头，大头，下雨不愁，别人打伞，我有大头。我们前妻是弟弟啊，千万别跟别人打。就学个艺，能补几个刀就补几个刀。好吧。快跑！刷新一下弱点。一下。来和我玩吧。抠我，是不是抠我的头？干嘛呀？我肯定不打。哦，底下都是泡泡，眼泪儿，反正就是眼泪儿。痛啊！这剑尖打人，我们这是要去哪？黄子不来一波啊？啊，这黄子不来一波啊？刚可一波呀！朋友吧，你有技能吗你？Q 技能好了吗？一下，不太好舔他呀，我这波舔他我可能会死，我打不过他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前期可太弟弟了，我得抓紧时间。嘿，快回来，补一个小番甲的钱。我操了，怎么攻击力这么低呀？点致命点点，这不死啊？哎，还回头。哎呀，算了，回家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家了啊。你说我先出小反甲还是直接来个日炎呢？小反甲吧，小反甲还能配个红宝石或者是皮牌。我们去找点朋友，直接来个红宝石，这样有血量有护甲，那样的话不行，那样的话不厉害，先来个小反甲。这把其实我不太好打，他们家有混伤。我们第二件装备都不出反甲，直接第二件装备就是恶魔之勇，跟对面拼伤害，又肯定又不起来。
这都是百分比掉血的，残血就死。舔，对不起，我舔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还不行吗？对不起都不行吗？对不起，这家伙。来和我玩吧，我都不交扣，早就给我定了。来和我玩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还好出了反甲，哎，出不出反甲他也打不动，他肯定打不动我，我已经起来了这。阿木前期千万别让杀人啊，杀人就直接就起飞，没法玩了。试一下，我这小兵越多我越狠。快回来！我溜了。马皮我不吃了，我不配。我来个小日炎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配，我不配。我天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，我天，我去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点击，哎，好痛！这你都不杀我，挨个去下了，没关系。我舔！哎呦，我操！这刀锋，走！来和我玩吧！刀锋猛啊！太对呀、啊！他有两个小饼干，我们不好杀他。你要杀我，你想好了、啊、来和我玩吧。你想好了啊，我舔一啊啊啊啊啊啊，可恶，居然是两个人。来个布甲鞋，不来不来不来，这把布甲鞋不合适。先来日炎，一会儿水银鞋。啊！我无敌了啊！中路人呢？你们不知道啊？那中路压力肯定给的不够，要不然他能过来赶赶我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来再吃一层塔皮。嘿，快回来！阿木，我这被动的环有点像那维恩的环。
么意思呢？黑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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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去找点怕的。天哪，先杀刀锋啊，先杀刀锋，手里干他。我跑得没他快，哎，气死我了。这不完了吗？这泰坦怎么到了呢？哎呦我的天，怎么泰坦跑这边来了呢？真念这皇子连个屁都没动，没放就死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不找大等人躲，谁大呀？我大呀，我刚没有大呀。700块钱出门，应该出个水银海，算了，攒个利息，好吧，攒个7块钱利息。剑姬这波没大了，打一架，打一架，来，这不打呀，打一半跑了，点。这有点狂了啊！你跟我俩走呗，别死啊！别死别死！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哟我操！哎，这刀锋又到了，烦死了！也看不住啊，这种路啊，怎么老往上跑啊？讨厌死！把这个先买了吧，资源600，等一等。和我玩吧，完了还死了，你也不知道干哈呢，你还去中路收吧，上路应该不用我们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你要打死我，我可害怕。来和我玩吧。600块钱，钱不够，回家吧。我现在急需一个日炎呐。我们得赶紧要个日炎，要不然伤害不够了。这400，这300，这150，这150，这除了辅助全是赏金。中单无限支援，打野无限劣势，下路辅助无限往上跑。他破败了，不一定能干得过。等没有小兵了的吧，来和我玩吧。哎呀，这刀锋打也太痛了，这刀锋打也太痛了，他破败打我，好疼哦。浪费了我一个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还行，队友打赢了。
这么不经夸吗？好吧。太讨厌了，他老跑过来找我，你知道吗？他找我，我就没办法发育，我就没办法去杀，多杀这个剑姬，然后队友劣势的话就是很烦，把我给限制住了。老在跑什么东西？咱先打个石头人。这炮车给他收了吧。哎哎，难受啊。好，回家。说明对面会玩，不是，是说明队友太菜了。他这么过来限制我，你们再自己不打出点优势来，啊？说明队友太菜了，不是对面太狠，是自你们太菜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找他去这波。嗯。打不过他，他是分离者加破败，我才一件套。我要是两件套还行，打我好痛。多来个人杀他几回。捡刀锋，给大直接把他控死，别让他动弹，连动你都别想动啊，刀妹儿！我跟你说，刀妹儿，我的小刀妹儿，我看哪个小伙子敢往上打。啊！不闪现舔他了，不合适，我们家没有硬控，控不住，打个大差不多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不玩了，不好杀。我回家了。干啥呢？还得加血！我操你猴子的！裴地西没有加血了，上路得守一下呀。带出花来了，都左边小心点啊，左边来人了，我们八秒有大，这团战我就不去了，我们去回去上路守刀锋去了。小心点左边，舔一下看能不能舔得到啊。好吧，
刀锋脆的要死，一个一个杀，慢慢杀，不着急啊。那刀锋乐意浪，就让他多浪一浪。多带带血，等俺们恶魔之拥就好办了。我们去找找朋友吧。把红打了去。回家，对面要打龙了，三条小龙给了吧也行，其实给吧，我们有 R， 我要有 R， 我们还可以打一打。我没有 R， 打不了。对，拆中。拆中，对面为了这条小龙，高地可能要掉。走，大龙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一定走啊！一定走，兄弟们。别在野区逗留，别在野区逗留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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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肯定是打不过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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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球，快走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快点跑，这波千万不能死人啊，死人大龙就丢了，大龙一丢我们家就输了。这卢仙怎么不往底下插眼，往上面插眼？来和我玩吧。来了，先舔嘴巴，爆点盐，艾特先死，这剩个泰坦多杰了，来来来，可以来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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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刀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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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你们都别想跑啊！我不用，哎呀，这个舔没舔到，我没想到啊，我们可以大龙。哎，他要画黄纸。追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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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 ADC 跑不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漂亮，我们可以大龙，我们可以大龙，我们可以大龙。这德拉斯跟那个间接玩上了，你看玩没卡。嘿，好招。完事儿，哦，辅助有点厉害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呀，这咋没舔着呢？这么短。现在那刀锋都打不过我，你干嘛？枪！哈哈哈！要不骗人？先杀刀锋。三换二，三换二还行吧，不算特别亏，但吧也不算特别赚。我们家杰应该能拆个二塔，
面的阵营不够肉啊，救不起来呀、啊，打人太痛了，打不能空的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拆了个二塔还行。红 buff 红 buff 卢仙拿了吧。好吧。这刀锋啊，从一开始特别的肥，打到四七四。就因为自己一骂的往我脸上冲，啊，从自己一开始特别的无敌，打到四七四。来和我玩吧。没关。AD 舔住，随便吧，怎么打怎么赢，一波能不能直接一波呢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费点劲啊，算了，拆下路费点劲，一波还是费点劲呢，一千五差三百，干嘛呀？欺负人是不是？来跟我玩吧，差点钱啊。差五十块钱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把这反甲做了，做完以后来点魔抗，出个深渊面具吧。哎，上路上路上路，上路有线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走，来中路打团。现在对面已经团不过了，哎，我们可以直接来中路，直接就开对面。可以打啊！掩护。先杀泰坦吧，不行就把这泰坦杀了。掩护一，德拉斯死了。你的劫回去能打得过刀锋？我们可以尝试一波。可以尝试一波。装，我们这是要去哪？我猜打。那么装，一舔点燃，烫死，灭走，啊啊啊啊！打小孩是不？可恶！来点魔抗，
血太少了，要不然还可以吸一吸，尝试一波。大龙会不会丢？应该不会，他们三个打大龙很慢的。这边剩个基地，守护雅典娜了。哎，在这儿呢啊！那艾克逮人呢，抓人呢。这辅助也不太行啊，让人艾克给平 A 死了。不过艾克没大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杀人书没了吧？美甲的借魂卷没了吧？别打了。哎呦，我这么猛，这杰换人了。那我们可以大龙。真傻逼蓝炼汉，我操，这波在玩什么？这艾克必死的，让我放跑了，妈了个巴子的。哎，我们一波也可以，直接一波吧。咱俩能打死这刀锋吗？哦，刀锋有点猛啊！勾引一波。哎，小龙对面会不会去拿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这直接往里钻，好像小龙没了，接着就是大龙了。大家，不太好打了呀，龙魂了。哎呀，龙魂了呀！刚艾克没死。哎呀，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想省个闪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又想来想去，到底大还是不大？好像大不到。这你不想办法抢一个？啊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算了吧，既然你不想抢，那就不抢了吧。深渊1800，差1000块钱。刚直接小龙好了，不打大龙好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这边少人。还行，刀锋。妈的！贪了，贪心了，大慢了。这波我的。那剑姬儿啊，哎呀，我一开始没想大，你知道吧？
我打着打着，我又发现好像不大它又不行了，我应该早点大它好了，它大慢了。我想大的人多一点。好像不会被一波，没关系啊，有机会。不会被一波就没有问题啊，虽然我们破了两路，门牙也没了，基地也没了，对面也没了，我们都一样。这个得结吧，这英雄挺需要查克拉的。下回不的，下回不大那么多人了，上去舔住直接就开牙，我都不墨迹，我都不跟他们墨迹了，等着老给我躲了，没有那么多顾虑，不用顾虑那么多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看了三百飞行，没事，我够了。直接来个深渊。现在反正就给对面团灭，那就是一波；对面给我们团灭，那也是一波。我直接舔。我也不墨迹了，打不过就拉倒。聚聚，打不过。下一盘了，兄弟。剑姬挡不挡？这波该打不过还是打不过，我舔上去就。